这是真的吗？大家磕的 CP 成真了。7月20日，有网友晒出央视主持人王冰冰的朋友圈，深圳她官宣恋情了，男方是游泳运动员徐嘉余，配文难掩甜蜜，那就在一起，黄昏和四季，徐先生，余生请多忍耐我，并配上二人的照片，好甜呀。据悉，昔日王冰冰探访游泳队，徐嘉余还主动表白王冰冰说，我的心是冰冰的，他害羞地说很喜欢王冰冰，甚至要了王冰冰的微信，不知道二人的缘分是否就是从这里开始呢。早前王冰冰走红后曾被扒出过网，30多岁的她离过婚，如今时隔多年再获幸福，如果是真的那就恭喜二位了，只是可怜网友们了，集体失恋，今天我们的心真的是冰冰的。我老掉是因为我头太圆了，肯定是。头圆好啊，我选头圆的。刚才咱俩合影的时候，你还说我什么来着？没有。敢对着镜头说吗？不敢。